赛马娘手游新手养什么马，下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新手比较好用的马。想玩赛马娘破解版的玩家可以通过 uxox.com 体验，直接可以无限资源无限礼包。赛马娘手游中淘马是一类极具观赏性的马娘，同时也是对新手玩家而言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马娘，很适合用于前期练手。赛马娘新手用什么淘马好呢？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适合萌新小伙伴的淘马推荐，相信大家看过之后能够更好的上手这款游戏了。赛马娘中淘马马娘角色虽然不如先行马那样有着更高的潜力，但是胜在培养难度低，对训练属性的要求不高，因此不需要太强的支援卡和种马的因子继承就可以培育出强力的淘马。对于新手玩家而言，最适合培育的淘马马娘是完善司机和醒目飞鹰这两位三星马娘。首先是完善司机，作为初始卡池中就存在的三星马娘，完善司机的获取率很高，即便没有抽到也可以用新手赠送的三星角色兑换券兑换。完善司机的基础属性非常不错，在训练时有着 10% 的速度和 20% 的智力加成，符合目前主流的智速流训练方式，因此在育成过程中完善司机的培养主要以速度、耐力、智力三个属性为主。在训练的同时可以适当参加培育目标外的比赛，获取更多的粉丝来升级大招。毕竟完善司机的大招可以说是赛马娘游戏中最容易触发的大招之一了，大招等级上去也能让他获得更好的成绩。第二位推荐的适合新手的淘马是醒目飞鹰。与完善司机相比，醒目飞鹰更擅长中段距离比赛，并且醒目飞鹰的比赛场地大多为更少见的泥地，两位马娘角色属于互补的情况，同时培养可以适应不同的比赛环境，从而在竞技场中取得更好的成绩。由于泥地的比赛环境更加恶劣，醒目飞鹰的属性也更适合速度和力量，对技能和智力的要求不高，因此大家在培养它时可以更多的针对这两个属性进行训练和配卡。票圈视频。